吃过了？查理的心思白费了。我去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这能毒死人吗？这个？对自己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。好你个差人啊！要不是为了你，我才……行，你牛吗？你是副主编，我就得替你熬粥。有人喜欢你，还非得拉着我跟他一块洗。来吧，喝粥吧。喝完粥就好了。怎么还出汗了？对自己都没这么好过啊？你说说，你得多有福啊！发烧了，赶紧吃药。来，吃药。怎么着，我还得扶你起来啊？你自己给点力。哎，你也有这么松的时候啊？啊，连吃药都浪费你，喝。耍赖，来看镜头，拍照。你可别没良心啊！我是照顾过你的人，摸着良心，来一张，拍照。啊，睡得还挺香。这下查理该踏实了吧？药也吃了，汗也擦了，你看被子也都得盖了。就差这粥没喝了。你家这飘楼还没有新的，我头才洗一半。你怎么在我家？听说你昨天晚上淋雨了，我来看看你啊，看你是不是还活着。还行。你听谁说的？你就别管听谁说的了。那个实习生。自己吃点早饭。我才不吃这些垃圾呢。我说的是粥，没让你吃那个。怎么把人想那么坏呢？怪不得认不出善良的差人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不会在我家睡了一晚吧？肯定啊，要不然怎么照顾你？你穿的是我的浴袍吗？对啊，是你的浴袍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你的浴袍挺舒服。你这样随便穿别人的浴袍，恶不恶心？我又没嫌弃你。我嫌弃。还给你好了，哎，不用了，你都穿了，送给你了。既然你这么热情，那我就收下了。赶紧去洗澡，喝点粥，一会儿还得工作呢，快点。早上。
来，把粥喝了，趁热吃。我不吃早餐，你要吃自己吃。哎，很好吃，你不尝一下？这是专门为你做的。我不吃，不要浪费时间了。哎，查理亲手为你做的，你竟然不吃。哎，给你看张照片呗。什么照片？特别有意思啊，你还有这么怂的时候？李一墨，你干嘛？删了他。删了也没用啊，我已经传到网盘上去了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又想怎么样？把粥喝了，快点。刚才一直催着我的也是你，现在吃那么慢的也是你，到底干嘛呀？快点快点吃啊！走吧，你还没吃完呢，吃不下了。还行吧，没辜负这碗粥。快走吧，你把所有东西都带上。千万别再找理由回来了。干嘛呢？你还不走？快点！